了你嘞？还没熟，那你看红薯还在烤呀。那有什么事的？没什么事的。你就等不及了啊！没熟怎么吃了？红薯还在这里面啊，你看啊。那你去爬出来。哇，爆开了！果汁吗？果汁是你在打鼾吗？好了，可以吃了，给你夹出来了。吃牛奶吃啊！来果汁，果汁你吃这个啊！他说了粘牙齿，你们不吃。来果汁，你也不爱吃啊？来可乐，吃点了，尝一下了。看见了。不吃就牛奶吃啊，那你等一下吃红薯啊。熟的，烤一下。
好啦，吃红薯啦，可乐，果汁。来，喵喵，出来！拿纸巾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再吃，太烫了，太烫了，流了又滴口水了，你来。流了，你看你的口水了，很快轮到你了啊！果汁你干嘛了？果汁你表演了吗？啊，你是不是表演洗脸给我看？你不表演也会给你吃的呀。啊，十七，走开，还没冷。来，可乐，接好了。过车了。事情，果汁来，再表演一下洗脸。哎，对了，好，最后一坨，最后一坨给可乐吃算了啊，可乐最小，可乐好吧，来，好啦，没有啦，明天再吃，明天再烤给你们吃啊。哎呀。做饭去了。